都听你的，而你是我的。啊！你怎么突然伸腿啊？哎，你放开我！别动！我看看。看什么？看看你穿我衣服的样子。看够了没？明天家里要来客人，我可能没办法一直顾着你，给你做个临时标记吧。哦，好。一段时间没做标记，留在你脖子上面的痕迹都不见了。啊，时间久了就淡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不能说。啊？想在你的身体上留下终身抹不去的痕迹，要等你长到多大，再等个几年，我大概就忍不住了。晚上我睡哪儿？你不睡你房间吗？哦，你想跟我一起睡？不好吧？你妈妈都给我安排房间了。你真以为她不知道我想干什么？她把钥匙放哪我都知道。都进我家了，还想躲呢？哦，但是这么肆无忌惮，不好吧？怎么不好？这是我来你家的第一天，万一你妈妈临睡前想查你房，看到没人，不怎么合适。我觉得挺合适。还是不要了。要不你深更半夜再过来，我给你留个门，这样还很刺激，你还能体会一下偷情的感觉，一辈子说不定就这么一次了，你觉得呢？按我现提，阿姨，阿姨，让我跟你睡。你怎么这样？刘玄慈，这是在跟我示弱吗？明明手里还强势地按着我的现提，却能说出这种话，完全让人招架不住。好啊，那你睡吧。做什么都不会反抗的样子。啊！阿爷，阿爷，干什么？你这人挺会顺杆子爬。你笑够了没？你说你这人是不是欠收拾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？你好可爱。啊？你怎么从我脸上看出这两个字的？可爱是形容帅逼的词汇吗？陆星慈，你最近很狂啊。喂，你洗澡了吗？你还摸我？找你之前就洗过了。别动，抱一会儿。好像才十点这就睡了，我800年没这么健康过了。那聊聊天。聊什么？聊聊你觉得我家里人怎么样？以后要相处一辈子。
你这么胜券在握，这就开始谈一辈子了？都见过家长了，你要对我负责，不然你就是玩弄我感情。将来的事情没谁说得准，说不定以后我不喜欢你了，你也不喜欢我了。不会不喜欢你。你说了喜欢我，那你就得一直喜欢我。只要你喜欢的是我，你想怎么样跟我闹腾，喜欢开什么样的玩笑都没关系。那如果我反悔了，你会怎么样？说吧。知道怎么终身标记吗？啊，很疼。这种事情其实还挺残忍的。终身标记可以洗掉，你洗一次，我把你抓回来再标记一次。等你身体承受不住了，你还是得跟我待在一起。阿爷，我这么说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过分？以前我最讨厌有人拿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则束缚我，可是现在陆哥，你想怎么样都行，我对你负责。Enter depression in need of affection. Hold on to you. My soul has been weakened. I'm full of aggression. 你打开，请让我抽。